啊，又是一如往常的工作啊！现在谁做警察就是脑子进屎啊，对不对？工资养活不了老婆孩子，还得加班加点。除了可以公车私用，简直一无是处。真没劲，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真是操蛋的生活。上班都快迟到了，是不是应该开个警灯飙车出去了？这个是要怎么左转啦？不会吧，又要红灯了！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上班要迟到了。哎，小心小心！啊，终于到公司了！哎，警察局到了，我们先把车放这里啊，我要进去打卡一下。这个点点可以。我直接算是 checkpoint 嘛，整天和这群庸碌的同事共事，还得面对这些没完没了的刁民啊！打卡签到区，汉克又迟到了，5块美金，拜拜！好啊，我今晚正想扒你的裤子。去死吧你！汉克，出发，抓紧了！我们的警察局长又有任务出动了，不晓得什么大案子啊！大家跑得很勤劳啊！20秒内赶到警车中啊！真的假的？哎呀，倒数啊！20秒，这怎么跑多快啊？哦，倒数10秒钟了。怎样？这是要 我要开车的意思吗？啊，跟紧引导车，别掉队啊！等我哦，一出勤就压到人啊！跟紧点，跟紧点！我的另外一个同仁会去协助那个被撞的人，不错哎，前面的引导车还蛮快的啊！啊，居然还会超车啊！这么聪明，喂，前面开车，就这样子给我过去，连灯都没开。我蛇行哦，这次任务不会。不晓得又会去哪里了，这次任务不晓得要去哪里了。让开让开，警察办案。哦，他有事吗？他明明就这样穿过去就好啦。哎，你好歹打个方向灯！哇，这样给我撞过去！哎，左转哦！应该快到了吧？那么远啊！哦。技术不好，好，是这里吗？前往下一个目的地是吗？好，是这里吗？
夫。这个医生说呢，人已经死了三天了，溺水而亡，没有外伤啊，可能是自杀。大家四处侦查一下现况啊，看看有无可疑线索。是 Michael 警官吗？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侦查线索，侦查现场寻找可疑物品啊，是在这里吗？我看到三只狗，请重点侦查这片区域啊。所以我找错地方了吗？那我们走回去。到底会是在哪里啊？啊，这里，地上就有了磷化酸。这东西还是装作没看到比较好吧。啊，为什么 Michael 露出这种邪恶的表情啊？该不会有续集吧？这个，好啦，搜寻完毕啊，准备收工啊，期待下一集吧。Cause you're tired of sitting here on your own.